福你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进来呀！我就不进去了。你把这个小东西给我孙女。我得飞趟巴黎。你们要是真拿孩子不知怎么办好，那我带他走一趟。我不想去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小东西怎么不理我呀？六号，往前走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左边的。要是坐飞机就好。我累了。爷爷，给我讲讲奶奶的故事吧。而且要我保证，一定让我带着这小鸟回来看它。它好看吗？奶奶当然好看了。去走，这是石头啊。那你说这是什么？快点爬呀！我不想现在回去，我不想现在回家呀。怎么了？从我离开爸爸妈妈的这几天，我就像只小鸟，关我的笼子打开了。爷爷，现在我只想用我的小翅膀再飞一会儿。